Oh my God. Oh my God. We're shocked and horrified that the Israelis would target the building that housed AP's bureau in Gaza. They long knew that AP's bureau was there, and they targeted it. 不都是自己呢？社会很辛苦建立起来的高楼大厦吗？不就是呢？平平安安呐、啊，所过的也是呢，很平安的日子。可是呢，到底什么原因呢、啊，会造成呢、啊，动起炮火，在损坏自己的社会、国家、自己的同胞等等？这都是感觉到不可思议。Nous, les hommes, bien au Qassaf, ma cage de son albe soit la aïed, fait chère. معظمها إصابات خطيرة، يعني الإصابات تتنوع ما بين الأطفال والنساء والكبار والشيوخ وجميع الأعمار والفئات.这就是人心，不管以色列或者是巴勒斯坦，也都很近啊，一线之隔，所以呢，彼此伤害，这种破坏大地呀、啊，而且呢，破坏生态呀、啊，民不聊生啊。这一波的疫情真的是非人可挡，所以大家都想要隔离隔离，现在真的是需要隔离。自动自发的封城啊，从现在开始没事就在家里了，用公民素质的自我管理来解决我们现在的危机的。看到了，本来呢车水马龙的，现在看来呢，都已经啊，很冷淡了。这就是静一下，这一波呢，这一波的疫情，让大家呢总是停听看，才能平安。为了让我们住院的病人能够有更好的保障。我们也是遵循国家的政策，有医师判断需要住院的病人，但是不符合 COVID-19 的症状的病人，我们会集中在这一个采检站，进行采检，以避免交叉感染。必然无必也要往医院去，医院的使命总是呢要接病人，但是这个时候就要提高警觉。每人甲医生，或者是要来挂号，或者是我们很严密看到了隔了隔离。我们现在大在教育，身心修炼一下，那要热心呐、啊，要好好的甲心修登来，这很自然呐、啊，一切的就会。降低降温，人降意念呐、啊，很自然的就降温呐、啊。盖定会这性管型，这呢那一旦定定啊呢平衡呐、啊，我们就是六度万行，多自己救家己，可以多别人。救天下。